是我是安晶炳雲啊，今日我哋嚟做迪士尼城牛油蛋糕。如果你中意讲英文，佢就系 Marble Butter Cake。Follow me 讲一次啦 ，Marble Butter Cake， 哇，好高级啊！首先准备呢啲材料：280 gram 嘅面粉，加入一茶匙嘅泡打粉，然后均匀佢哋过筛。准备250 gram 嘅牛油，100 gram 嘅糖，半茶匙嘅盐。然后用不快不慢啱啱好的中速度打到肉白状，是不是听到蒙查查咩叫肉白状呢？阿肉白状的广东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呢？现在将蛋黄一粒一粒放下去打，一定要完全混在一起才可以放下一粒蛋黄、哦、弄一粒一粒一粒一崩瓜一掰一掰一掰一家啊，是啊，头先啱啱唱歌咧，唔小心放咗两粒蛋黄，啊唔可以学我噶喎，就要打打打打成咁，话捋捋白雪雪啦。And then 加入四分之一嘅面粉，搅俾佢均匀，然后再加入四分之一嘅牛奶，搅俾佢均匀。系啊，重复呢个动作，一直重复重复叠叠重复重复，一直到所有嘅面粉同埋牛奶搅俾佢均匀，先至可以噶、哦。系啊，就系咁噶啦，到面粉搅搅下，再到牛奶搅搅下，你睇搅到我嘅手好酸啊！换手啦，继续搅，挤到面粉，挤搅搅下，挤到牛奶。再搞搞下，搞到我好晕啦！而家最后搞到咁样嘅颜色就可以噶啦。而家我要打十个啊，唔系而家要打蛋白啊，打俾佢按车，打到佢湿性发泡，好似 cream 一样。然后咧慢慢放入糖啊，落去搅。系啊，要好温柔，慢慢啲放入呢个糖啊。呢、这个白雪雪滑捋捋嘅唔系 cream 喎、哦，系蛋白霜喎、哦。如果你捞到白粒，佢唔会流下来，咁就算成功噶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咧真系好重要、哦，要分三次将呢个蛋白霜咧计入即嘅面糊落去搅，但系唔可以太用力、哦，要轻但系要快。系啊，要轻但系要快，真系好鬼死人啊！跌跌搞，俾佢均匀啊！攞出300 gram 嘅面糊，然后加入10 gram 嘅巧克力粉或者系麦罗粉，搅俾佢均匀变成咁。准备一个四方形嘅蛋糕模盖，铺一层牛油，然后先放啲面糊，再放啲巧克力面糊，放啲面糊，再放巧克力面糊，唔系挑战啊！你一次人，我一次，继续我一次人，你一次，轮流放完啦。而家就系你发挥艺术天分嘅时候啦，攞一支小刀开始画画，画成大理石嘅壁墩，系咪好靓咧？哎呀，艺术呢啲嘢你识条贴咩？记得要浸两下、哦，浸破大气泡，再攞去烤。烤箱越热的时候可以放一盆水，咁蛋糕的表面就不会裂开啦。叮叮叮，蛋糕好啦，虽然你吃不到，但是我要切给你看到啊！我切蛋糕真系好疗愈啊！睇我食蛋糕更加疗愈啦，蛋糕好香好好食啊！系咪好想食呢？自己做啦！多谢收睇《小眼睛健食健好笑》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。